你点的特调，今晚顶落去。今晚带我来去调解药，安尼我阿妈死，你嘛要赔偿，不然就唔吃。你跟我爸到底什么关系？为啥一直要提伊的性命？你若带我去见，我自然叫你阿妈会当分一家接受团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带你来去跟我爸去。叶文超，这么多年啊，你还是这么无胆，知影我来啊，还唔肯回头看？叶文聪，你总算愿意出现啦！小宝，你哪有赚这钱啊？我做小金球赚的啦。我想讲吼，回馈一寡这育幼院啦。国宝要投资，家宝也小金球啦。你投资那是有风险哦，你别爱用国宝交代啊哈！家宝今年做代志，谁当有啥物风险啊？你讲白说，家宝在骗人同款。来，你点的特调，今晚顶落去。今晚带我来去调解药，安尼我阿妈死，你嘛要赔偿。我有一个办法啦，就是你甲大兄搬出去，我才会当放心。那真正要搬吼，查理阿哥小轩袂当搬，明月阿哥有亮搬。妈今晚目睭来，就你搬到带金孙呐！我看有亮，啥物人不是，尤其是我啦。不然就问一下，你甲阮爸到底啥物关系？为啥一直要提伊的性命？你若带我去见，我自然叫你阿妈会当分一家接受团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带你来去高雄爸去。要解决这件代志，只有两个办法：第一，就是咱搬出；第二，就是我含卡萨的同款去国外出差。你只会当两行选一行。爸，为了咪见你。叶文超，这么多年啊，你还是这么无胆，知影我来啊，还唔肯回头看？叶文聪，你总算愿意出现啦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